观众、诸位菩萨，大家好！现在又果是咱们演讲这部《楞严经》，也即是第八天咯。那么时间已经过非常紧啦，也记咱喊一声，哇，时间到咯。那么今日又果接落呢，要讲这《楞严经》的时间咯。那么大家请拍开这《楞严经》。第五卷的经文下，经文也讲咯，以是阿难，及诸大众，其闻十方微尘如来，以口动音，告阿难言：现在阿难，你若识得其性无明，使你轮转生死，觉今。为逆六根，更无他物。逆何欲知无上菩提，令你速证安乐，解脱执证妙相，亦逆六根，更非他物。注意看了有清楚吼、哦。那么我这段简单讲，就是讲你会速白掉你。或者是呢，要使你解脱正入涅槃的境界，不出离六根就对了。如果修行人会当针对六根来修行，那么那么正行无上的佛道啊，易如反掌，并不是任何一物件会当来代替，也不是将任何一个物件去入门的，为六根入门就无唔对啊。伊重点在这所在。所以为了慎重起见，咱如本呢念一遍别为文哈，注意听哦，哎，你就听有啊。初时阿难以及楞严会上一听法大众，都听到着十方世界如微尘数量遐尔济一诸佛，都异口同声对阿难这样安尼说。真好啊，真好，阿难，你想要认识生命自生以来的无明，使你轮回在生死苦海中，而这个觉根呢，当下就是在你的六根，更无有其他的物件。你如果又果想要明白无上正觉的菩提，想要速证安乐。解脱法门，不生不灭，安乐即证，乃至灵妙真相的故地，也是在你的六根，更不是有其他的物件。哎，你注意，看得有清楚啊！吼，哇，讲足明白，足明白啊！啊，足别位啊啦，这位较安怎讲呢？都袂当离开呢，修道袂当呢。离开六根，如果修道远离了六根修行呢，安尼有可能啊修行出问题啊。所以呢，依会大众包含着阿难尊者、楞严会上所有有学无学，即系罗汉甲菩萨呢，在同时间听着十方世界无量诸佛呢，异口同声呢，向阿难尊者甲依会。所有的这个楞严会上的菩萨呢，伊安讲啊，伊讲你想要怎样讲？你为安怎一生以来的无明？为安怎这无明，地数着你呢？生死轮转，
为安怎呢？你会轮回？造业的因缘在哪里呢？伊讲为你六根啊，更无他物啊，就是你六根尔。我昨有讲过了，六根若未用用，用了唔对去，失格差去呢，叫做六差啊，有无啊？因为六根造业就是像刹那同款啊。啊，六根呢，那是接触一切人事物，哦，灵气妙用，无污染呢，安尼称之为呢解脱的圣者。是解脱的圣者，跟凡夫众生都伫咧污染无染呢，六根的作用而已。所以啊，伊个讲啊，讲你如果想讲咩呢？哇！要证成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也就是你想有哪要成分呢？想要速证呢？所谓的这个不生不灭的境界，大家涅槃自性现前，大家解脱生死，大家呢所谓即证，种种呢嘛是袂当离开你六根呢。你看。如来是遐哩呐，殷勤苦口呢，一直甲阿难尊者，甲以为所有呢楞严会上的遐罗汉甲菩萨呢，一再一直叮咛啊。哎，听有无？这唔只是释迦牟尼佛对阿难尊者，甲楞严会上所有的罗汉菩萨讲话尔呢？听好啊！伊讲十方微尘如来呢，圆口动音呢。也就是讲，唔是释迦牟尼对因讲尔，佮是讲无量无数的诸佛呢，讲这个法门，讲修道袂当离开六根呐。所以讲修道用功伫六根，不单单是指着释迦会做个推动而已。是讲微尘的诸佛呢，同款耳听耳口呢，同声安尼讲啊，修道在六根，好、哦。要生死轮转伫六根，要开悟正果进入涅槃，也是六根，敬非他物啊，唔是别项物件。吼、哦，爱注意听哦。所以讲到这来，我相信咱以会所有的听法的大众呢，大家拢是敏感的人，有慧眼的人，多生累劫修来的人，经过如本一番呢，讲出了后。咱诸位修行要安怎修，就已经知影。好、哦，不然的话呢，三藏十二部经典看透透呢，犹原找无门路行入啦。所以呢，楞严会上十方微尘诸如来呢，就甲你一针见血，一语道破啊。修道在六根用功夫，那就绝对无唔对啦。好，诸位菩萨听好哦。诸菩萨听好，生死的根本，依涅槃菩提的根本，当为是六根的作用。伊家的时皆在六根，界的时皆在六根。这个界跟这个界呢，不离六根啊，是无关系于其他任何的所在。毕竟该灵要果是下灵人啦、啊，你注意点了清楚吼、哦。这话是要结论的话啦。总共一句，生死的根本，含要证成无上涅槃，这个根本完全拢都是六根的作用而已啦。这拍架的时，造业的时，根源也是伫六根。想要透开，想要证成无上佛道，也是呢，袂当离开六根呢。所以透开也好，拍结也好呢，拢总袂当离开六根。决定无关系到呢，其他任何一个所在，任何其他物件啦。安尼注意听有啊吼。所以人世间人一句话真对啊，解铃人依须系铃人呐、啊。哦，你本身想要偷这个家的人，你本身呢，有哪找出呢拍家迄个人？哦，你找袂到呢拍家的人，你
帮官者第三者要出来个偷奸的可能的费足大功夫，甚至难以啊！哎、欸，你最清楚吼、哦，好，最听好，听好哦。凡夫啊，用妄想心染有的心，故有成事啊。圣人用清净心，不生不灭的心，是故正涅槃。这也是要甲注意讲，欲紧问条，底下个做代志，底下为人服务呢。如果你若用妄想的心去为人处事，用污染的心呢，难怪你做凡夫众生啊。所以有生死，有六道，有三界啊。那么圣人之所以呢，会当开悟证果，成就佛道呢，出三界，顿断六道呢，伊用清净心，用无污染的心，伊用不生不灭的心呢，作为修行，作为为人处事一大原则。所以人以为了正行无上涅槃呢，所以他讲呢，明觉拢是这粒心念啦。哎、欸，你注意清楚吼。也因为修行拢是这粒心，有只称号叫六根的问题，所以呢，如本就运用呢开悟所谓的圣经呢，请伊来呢讲了几句话，作为咱修行人一款见证的呢，注意听好哈，开悟圣经也讲咯。六根问条一真人呐、啊，条条无无半随君，可惜诸君不相识，害得应劫受苦轮。吼、哦，这位呢，我听你家弟啊，真感动啊！这就是一个开悟圣经开悟了呢，讲出一心白的话呢。哦，开悟正果结晶，伊讲。六根问条一真人啊，这个六根顾名思义就是眼耳鼻之心意啊。这六根呢，总有一个真人哦。这个真人不是道教所讲的孙真人、张真人、蔡真人呢，不是迄真人呢，是指着咱这个清净的佛性来讲，六根问条一个真人，伊讲哦。条条无无半随君呢、啊，可惜诸君不相识啊，害得应劫受苦轮呢。吼吼，三两句话就说入去啊。咱这个清净的本性，伫咱六根门条出出入入，来来往往。可惜呢，条条无无半随君啊，你是暗时拢陪伴你呢，唯一遗憾的。唯一可惜的，就是诸君不相识。逐天为你无闲，逐天为你拍拼，逐天伫遐撞来撞去，上上下下，可惜你无见着你主人啊！你心拢永远找别人去做朋友，找异性朋友做朋友，找你的同学，找你的同事，找你的长官、你的下司去做朋友。可是你将来都无含你这个清净的本性做朋友啊！可惜诸君不相识啊，害得应劫受苦轮，害你自己呢，生生世世多生累劫呢，伫一个轮回生死，做一个三界苦命儿，欲到一流浪汉呢？你看有悲哀还是无悲哀啊？吼、哦！所以这四句句啊。我看了后，心内感触是无量无边啊，相当有勉人的启发性，相当的是一贯的建议啊。会建议你注意讲，哎呦，这祖师啊，讲这话就要我回光返照啊，有影就点。为捌代志以来，十通岁啊，二十几岁、三十几岁，到即摆五六十岁啊呢，我从来毋捌跟我心做过朋友啊，也毋捌一字闲。参我的本性贵，心先做圆的、扁的、三角六的，先做是安怎呢？你将来唔捌明心见性贵，哎、欸，你拢看别人做朋友，哦，家己的心就找袂到咯，做不了朋友咯，
外口朋友要如何做朋友啊？外口朋友是生生灭灭呢，外口朋友是无常呢，卖讲是无常啦，外口朋友呢有利害关系啊。哦，天下间无绝对的好朋友，也无绝对的呢歹朋友啦。啊，拄着利害关系时啊，恶毒的朋友来竞做伙，作为呢生死之交啊。那么你生死之交非常出生入死人呢，哎，非常的肝胆相交人呢。有一天啊，拄着利害关系时啊，有着名，有着利，有着财产，有着利害关系呢。大家就捏破面，当下就变面啊啦！变面当下呢，互相闹后脚筋，互相残杀，带来一场大厮杀啊！这原因在哪里？外口的朋友毕竟是生生灭灭啊，无有究竟啊！所以佛祖唔再讲，讲弟子们啊，恁唔通相信你的心啊，要等到你证成阿罗汉过了呢。你才会当相信你的心，因为你还未开悟见过以前，随便相信你的心呢，你有你的心误记，你的心呢是瞬息万变呐、啊。哦，在时也是安尼，还是下晡时啊呢变正义啊，家己的心都无得把持一条咯，何况外靠朋友呢？你在了掌控外靠朋友啊，无在一条。另外，真济外靠大厮杀的状况。拢是至亲的朋友，至亲的活贴的兄弟。有人啊，外口朋友生生灭灭啊，拄着利害关系时啊，咱台湾话讲一句介亲切：日头请赢赢，虽然过性命，是毋是啊？无毋对啦。所以呢，也因为呢，咱修道过程当中，爱明人的回光返照。外靠朋友是有生生灭灭的，就利害关系。哦，那么既然是安尼，看外靠人做朋友呢，这是刹那性的、暂时性的。最后你看伊做朋友，犹原无助于你开悟证果、成就佛道、明心见性啊。所以看外靠人做朋友是刹那性的、暂时性的，是地飘无地本的，咱无甲好人。只是讲外口的朋友无法度使得咱开悟证果啊！你爱看家己内心的世界呢，做朋友，就咱禅宗讲的爱明心见性。如果你无明心见性为止呢，你始终看外口做朋友，还是用你的梦想意识做朋友呢？这种无关于你开悟证果啦，你注意明辨吼。所以在要结论这段以前，如本搁念一遍哈、啊，这四句非常的重要啊！做一个修道人，哪会当秉持这四句呢？作为修行的建议，回光返照呢？这人要开悟本性呢，以刹那之间，咱请张居士慈悲者，你来看好哦，这四句是足重要的。开悟圣经云：“欲见门条一真人啊，条条无无半随君。可惜诸君不相识，害得迎接受苦轮啊！”吼吼，哎，注意有看到啊吼，害得迎接呢受苦轮，也就是呢无明心见性，你用意识妄想为人处事。那么在五欲六尘内底盘乱，因此各甲规身躯拢总是业，不能自拔啊，欲罢不休啊，因此难怪爱生死轮回啊，随业漂流啊，啊受随的业呢投胎转世啊，哦，所以爱觉醒啊。那么咱注意过听好，我阁运用一个开悟的圣经呢。甲请落来呢，伊讲了几句话，听好哦，愈来愈精彩哦。开悟圣经伊安尼讲：终日徛牛不见牛，卖了自家忘了牛啊！千日追寻觅不得啊，
混耳各地五徛牛。吼、哦，这话呢，又个愈入骨的话啊，愈来愈精彩，愈来愈入骨啊。哦，伊人讲山外有山啊，人外有人啊。开悟是开悟，开悟了有深有浅，有入骨无入骨啊，有圆满无圆满啊。那么当然啊，意思唔是讲加多迄句基无圆满呢，非常圆满。有人以这句基来开悟，有人以这句基来开悟。每一人以因缘根基有差别，所以法门都差别呢。那么开悟圣僧一共这四句基啊，终日徛牛不见牛啊，卖了自家忘了牛啊，千日堆笋觅不得啊。忽耳各地我徛牛啊！吼、哦，你听过没啊？你这不是特口罩牛呢，也不是问任何一个人讲得出来呢，也不是泛泛之辈体会出来呢。上个月我都讲出这款话啦，这完全是见性讲出来的修行的法门啊！伊讲终日徛牛不见牛啊，这是指着呢凡夫界来讲，徛牛这只牛。是一种批论啊，代表咱的佛性。咱逐天徛咱的佛性，用咱的佛性，伫个运作当中，哎，终日徛牛不见牛啊，有影无？有影。那你见了牛了后，有明心见性了后，你今仔日都袂伫遮呢，沉沦生死，伫遮哀悲叫难呢，叫天天未应，叫地地未灵，都袂让你夹来夹夹，安尼乌云散雾。在有心无灵魂啊啦，是不是啊？也因为你无见性，无找到你徛牛迄只牛呢，所以呢，卖了自家，忘了牛啊。自家皇宫也就你佛性，未记哩，哦，放弃，或者是不知不觉，将来都无找到你本性啊。哦，千日堆笋未不得啊。哦。你徛牛去找牛，你要如何找牛啊？愈找是愈远啊！伊唔知影当下回光返照，安就是啊！伊不但无到回光返照，佮离开伊的心向外追求外在，要追求诸佛菩萨呢，拢总是外道，无到你开悟真久啊！哪怕找，莫讲千里啦。万里、亿里呢，都找无啊！莫怪讲千里堆笋呢，觅不得，觅不得啊，觅不得，觅就是找的意思，永远找无就对啦。伊个讲啊，混耳各地我徛牛，有一天呢，你经过善知识明师给你指点了后，你自然静止呢，或者是呢，伫六根用功夫，忽然间呢。回光返照以外，当下见到你清净光明的本体，也就是你见到你佛性，你才讲哦，佛耳各地啊，我徛牛，原来佛性我吹牛啊，我真正去用我佛性啊，真正去徛牛啊，我徛牛知我去徛牛啊，较早去徛牛，唔知去徛牛啊，吼，你讲啊，咩个差这所在啊？注意听好，终日以佛性啊，上上下下，不见自性，不可以离了自性，灭自性啊！回光返照呢，当下照见自性就是啦。你注意清楚吼，总结论就是安尼啊。所以我希望咱佛的弟子呢，你无用功便罢，那么用功呢？向你自性下功夫，要度众生，爱将你心内众生先度啦。有人讲自性众生在哪里啊？你自性的众生就啥？贪心、无慈心、嗔恨心、妄惰心、傲慢心、妄故心，这一句一句呢，一只一只，拢总是众生啊！你自性心内众生一大堆啊，一句车啊！用拖拉机来车车袂真啊！用呢自强号来斗钓斗债呢，就债袂完啊！
可见自性的众生是满天飞啊，甚至呢，你自性的众生去造业的时啊，因无价呢满城风云啊，是不是啊？这粒心真功能啊，有法度做功德啊，我就造业啊，拢装不离这粒心。你乃当呢，处处回光返照，开悟你本性，自己可待啊。不然的话，离开你的自性向外追求外在之物呢，要见自性啊，将无是处。总共一句，咱来修道人，会当呢处处啊向心地下功夫，而呢这人看佛做距离就有近啊，依佛同在啊。好，注意听好哦。下面啊，我讲一念心，那卡输未着于一切境界，当然是凡夫啊。一念那清净呢，哎，就是如来。注意听好，我现在用一个开悟祖师啊，讲了四句偈。注意听好哦，听好。一念着未外境，处处生着啊。是有情，一念心同时相，法华皆空即如来。哎，你注意看了吧？吼，这四句偈就是祖师啊！哎，一开悟了后，讲出修行的法门啊。伊讲啊，一念着迷外境，都丢掉啊，就生病啊，有问题啊，处处生着。是幽静啊！哦，有人讲啊，处处留香啊！啊，你处处生静啊，处处生静染着啊，这种是凡夫之辈啊，名之为幽静啊！哎，你注意清楚吼、哦。所以呢，咱凡夫之所以凡夫，无啥咪会含个讲啊，一念着迷外境，当下处处染静。你不是凡夫，无你是啥？一念心同时上的位置，法法皆空，即是如来，呢差别离异啊。所以呢，咱就是无多一念心呢，通达咱的自性入来，又果不能看诸法的空性呢，啊来相应，处处执着一切法的实有啊，因此呢，莫怪做凡夫啊。圣人之所以圣人，如来之所以如来，就是一念心呢，通达实相，就了解事理的真相就对了。何况伊了解着诸法本空的道理，幻化非间的道理啊。因此呢，证悟法法皆空啊，当下就进入如来第一位啊。这是开悟祖师，伊讲出伊开悟修行的方法啊。好，注意个听下。下面咱继续过来讲这个《楞严经》第五卷的经文，注意听哦。阿难，虽闻如是法音，心犹未明，开修别佛啊，因何令我生死轮回，安乐妙想，同是六根？敬非他物，佛告阿难：金殿东园，白脱无二，色性虚妄，犹如空华。阿难，有定法地，因见有相，相见无性，同以高罗，是故逆金，低见入地啊，即无明本。地见无见，书籍一盘，无老真正，因何是中经常他物？哎，你最快要清楚啊！吼，这段就是阿难尊者，伊对着如来所讲的道理呢，伊加减过不多，非常会深入的理解。那么因此呢，伊会不提下文啊，伊抱着救法的精神呢。哎，放下伊身段，未感觉讲歹势，伊还阁问佛祖啦，
各位安怎？要如何真正呢？生死也是无离开根，若到要顿顿解脱，也无离开六根。这道理是要怎讲啊？一连串呢，加佛陀问，释迦牟尼佛呢，同款呢，大慈大悲啊。人问我就答，人问我就答。因此就是一问一答当中呢，演变一摊庄严佛法出来呢。好，咱讲做别位问啊，注意注意听哦。阿难尊者，虽然听诸佛开示的发音，心内犹阁是无明白啦，因此起手向佛的请问：为什么使阮呢在生死海中轮回，以及着得到安乐妙相的，完全是六根的作用呢，并不是其他的物件呢？佛陀对阿难说：六根与六尘都是同一个根，同一个根源所发生的。这个觉夫呢，依着解脱，在根本上、体相上呢，并无两样啊。我人的意识性灵是希望占有的现象，犹如空中的花蕊一般。阿难啊，因为有外界的真相，才引发起六根的知觉性灵，也因为有六根，才显出了六尘的现象。现象和见灵都无有自性的，就亲像高楼迄一样啊。所以你现在爱明白啦，要在真知真见上面建立灵知灵见的位，那就是无明的根本咯。假使明白这个真知真见，不用建立灵知灵见的位，那便是不生不灭的涅槃，是无有烦恼的清净真心。怎样可以在这个内底呢，容许其他的东西的存在呢？你注意看了清楚吼，这段就是释迦牟尼回答了阿难尊者伊心内阁存有疑问的问题啦。那为了慎重起见，咱讲出较白话文，过来解说了呀，注意听哦，非常精彩。伊安尼讲，我讲因何令我生死轮回，安乐妙想？同是六根，更非他物。那么这段就是引用头前的释迦牟尼佛回答了阿难尊者的问题。阿难尊者到目前为止呢，阁抱着半知半解呢，有着慎重起见，要更加呢100%认性呢，伊阁问释迦佛啊，伊讲为安怎？为安怎使着阮生死轮回？是六根，凡正成无上菩提根源也是六根呢，不是别人物件呢。这段就是讲呢。好，举个听好哦。佛告阿难：根尘动缘，百脱无二啊！色性希望犹如空华。佛陀甲阿难尊者回答咯，讲阿难尊者。这六根、六根啊，和六尘，拢共一个根源呐。哦，你呢，生觉，或者是被觉所拔掉的，你自业的这个根源呢，嘛无离开着呢，你得解脱迄个根源呐。所以拔含这个解脱呢，共款就是根源。不但同个根源呢，同一时间个空性再来讲。好，咱讲希望的意识呢，当下就是希望无欲自性啊，就亲像这虚空内底呢，无代无止呢，晴天霹雳啊，就代表讲咱一人有目睭病人呢，啊，一看这虚空内底呢，哦，有这金银呐、宝物的呢，满天钻金条啊，要杀无半条，犹如空华。
但是你目睭若是无毛病，正常个目睭呢，看虚空是空无一物的，就代表讲你个希望个心就是有病。你若无达到呢，明心见性，见到你清净光明个本体意境啊，你决定拢就是妄想意识。何况妄想意识，拢是空性不可得的，哦，是人气啊，唔是主人啊。咱真正主人，就不生不灭的菩提本性，这爱认识清楚所在。好，佛陀讲哦，有定法地啊，因根有相，相见无性，同于高罗。这听好哦，这就是讲。由这六尘的境界呢，引发着这六根呐、啊，哦，一灵知灵觉，迄款现象走出来，也就是由这六根呢，才我都显出呢六尘之相就对啦。哎，你注意清楚哦。伊也别个讲，因根有相，因根有相哦，因有六尘，才我都引发看出这六尘的世界。啊，头一句是因为有这个六尘的现象，才我都随着我的心来造出来，产生这六根的灵知灵见的作用，互相依赖、互相依托、衬托伊作用出来呢？知影吼、哦？那么六尘甲六根呐、啊，完全是空无自性的，互相是一款呢，互相依托而生而已。既然因缘合合为止啊，当然当下空无自性啊。六根若无阁触着尘的时，当下这作用消失啦，又阁是空性去啊。含这个罗同款，当于这个高罗，高罗是一款的这个食物的物件啦。生起两枝，互相并作伙。好、哦，六根含六尘也同个意思，并作伙有作用。啊，那么。分开的时阵啊，就无作用啊，叫做是呢，相见无性啦。哎、欸，你注意清楚吼，好，佮听好。下面咱继续过来解说，注意听哦。有定法知啊，这就是六根为灵缘，六定为所缘，灵与所啊。绝不能互相下离，由六尘之上引发六根的知觉，也就是有了外尘的物质作用，再引发内在知觉性灵。这就是将这六根呢依托六尘而入的解说。哎，注意看有嘛吼，无困难。总共一句，六根。就是灵缘，六尘就是所缘，构成灵所关系。要构成这代志三生呢，两项未当离开。如果离开六根，你就唔知影六尘；离开六尘呢，你的六根嘛无都引发的六尘的世界出来啊。所以两项呢是互相未当下离的。哎，注意清楚哦，也就是呢。由这六尘的外在世界呢，引发咱六根的灵知灵觉的作用呢，也就是呢，有了这个外尘物质的作用，再引发咱六根呐、啊，以这知觉性灵呐、啊。这是站在什么角度来讲呢？站在这个六根是依托于六尘而入的解说。哎，注意，我讲两遍听有哦。好，啊，来清楚呢。咱来讲第二句哈，一个变个等下讲。因根呐有相，因为有了六根呢，才会显出六尘的现象，也就是有了内在生理机能，才会看见自然界各种物理的现象啦。这就是伊落这六尘。依托六根而有的解说，这是变作等下讲啦。哦，就是讲，因为咱有六根，才有法当会显出这六尘的现象。
讲到别位拢，你无目睭，你在我太我都看出这乌红青白花花世界啊，无可能嘛。所以一定爱有内在的生理机能，在我都看见呢，这个外在的自然界各种的现象界呢，爱注意清净吼，互相依托就对，在产生作用妙用出来呢。总共一句，这句话是针对头前所讲的幽灵法地的意思。变多变讲，啊，这句话是徛伫讲，有了这个六根的作用，才我就产生的六根现象界的存在，哦，互相依托就对了，会解释。好，我就运用这开悟祖师伊安尼讲啦，伊讲因境现心嘛。因心现境，诸法所生，心境无尽后。而这句话就完全把经文这些话全部讲出来。因有境界存在，才我就显出我的心出来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外面有乌红青白，这乌红青白我的心的分辨呢？哦，我的心就种出来了。那不管乌红青白，一切人事物是非善恶的家呢，我的心如何造出来呀？这叫做因境现心呢。佮听好哦，并做等下讲，因心现境。如果那无我的心呢，外靠这些三无大地人事物乌红青白呢，伊也无法当浮出来啦，是不是啊？互相的缘起呀。这个诸法所生呢，心境无有前后啊！你袂当讲看到红的了后，你讲红，这个红是先有，这个外在红有，还是你的心先有呢？同一时间存在，无有前后。法之所生无有前后，拢都是缘起的东西啦。哎，你注意清楚哦。好，我听好。那么，咱们讲话啊，注意听好哦。伊讲相相见无性啊，同于交罗相就是六尘的相分，见是六根的见分，六尘的形象以六根的灵见灵地的作用，都是互相依托而生，当下空无自性，六尘之相。如果离开了六根之见，就无独立的自性。六根之见，如果离开了六尘之相，也无独立的自性，就亲像交罗相依而立一样啊！哎，注意听吼，这是完全讲了六根跟六尘是同源一体啦，当下个空无自性。伊干讲安尼啊，伊是互相自己互用而已，听好哦。那么用相见无性什么意思？相是指着这个六尘之相啦，哦，这个见是六根的见分啦，爱望清楚，唔系这名词啊，伊浓缩浓缩浓缩干，你唔知伊意思。相就六尘伊的相分。见是六根的见分，先要望清楚。那么讲相见无性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讲六尘的形象，哦，以六根的这个见灵、见性呢，伊的作用互相是依托而生。哦，如果呢六根跟六尘啊互相无缘起为者呢，这个作用。就无存在啊，叫做空无自性啊。那么注意听哦，六尘之相，如果呢离开了六根之见呢，那么伊当下就无独立的作用啊啦，无独立的自性啊。话变个等下讲，如果六根之见呢，如果离开了六尘之相的位置啊，同款的理由。无有独立的自性，就单单像呢，这个交罗相依而立，迄一样啦。
高炉是一款食物的物件。伊卖洗便巴便洗呢，这个高炉呢，拢两支洗出来，互相并做的并做的二粒吧，并做的二粒吧。那么伊来离开一支了后，迄支爱倒落啊，伊无得独立。就亲像讲呢，咱这个一切法三生爱互相缘起啊。别人看这個、哦，真漂亮，真水，阿那得主的女性呢？你看了了后，你看了伊问题出来哦。如果无有这六根的眼睛呢，这个外在搁较水呢，你就看袂到了。感官理由。那么你外口外人啊庄严，外人啊水，无眼睛呢，物件看袂到。啊，你若无外口阿那多主的女性的存在，纵然你有眼睛有目睭呢，你嘛是无在条了解外在之物的。我都了解外在之物，可见呢，在构成缘起啊，因缘所起啊，符合啊，互相。相依而立而生啊，对咱佛门所讲的诸法所生啊，皆以缘起啊。如果离开了缘起的诸法位置啊，那么诸法就不能存在咯。那注意清楚吼。那么，哇，时间到咯，想要讲的当中，时间阁无允准，会见下。咱明仔载《楞严经》呢，第九天第九集，同时间再会。